那臭呀，欧弗洛呀，哥哥咋还没下来洗澡哈？啊？我喝，哎呀妈呀，他为了弄，哎呀，我老公现在真变了哈，剩点饭也赶快打扫打扫吧。我这两个家伙上楼上去，我让小儿子上去收拾东西，下来洗澡哈，也不知道得花多长时间。我先给我老公做个大酱汤吧。这老伙计弄得可怜兮兮的，你说我这两天也是忙，早晨没起来做饭，都是让他买个便当，不爱吃便当。正好今天傍晚买的蛏子，我给他做点蛏子大酱汤啊，他明天早晨吃一点，然后再往饭盒里边放点，剩下一部分我就和小儿子还有黑娜酱我们一起吃了哈，做他一大锅大酱汤哈，给他买一个礼物，孩子真是喜欢东西哈，买个新东西就美滋滋了，一直盯着看，一直那什么。咱能弄个出来第一颗那样的呢，空洞木西那个一次啊，就看阿鲁图片呢。这是有的那做火锅的，卡锅木带，火锅的嘛带，我这是个调味料卡乌油，对吧？黑那么我他是这一块，那对么？我黑那么我他是那五十六你提得了呢？对么？那个那臭个他得了呢？那臭那个黑那枪个火锅的。阿鸡阿鸡阿鸡，那是那这个口那错个口那一拿拿去拿上，直接到阿鸡阿鸡阿鸡，那错么？唱都有口都记得呢，口记你其他呢？其他啦那去拿上么？哪里么一万来呢？么是口那一拿啦呢？去拿上四百两块的，阿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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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唱都那错你司机大师哟呢？哎呀，我做的这个大酱汤有点多哈，哎妈，放了这种油炸豆腐，放了豆腐泡，放了这种裙带菜哈，还有那个蛏子哈，这蛏子我用水煮了一下，把皮儿剥去，就得弄多点。妈呀，上个周哈弄一小锅不够吃的，我这个吧又得我老公早晨吃一碗，又得拿饭嘛，我得多弄点哈。所以就是做大酱汤的话，你就必须得用这个面酱哈，这面酱是日本这个面酱，这个一休哥的这个面酱哈。看着不是很有食欲哈，但是喝起来挺好喝的，就是这是海带什么都在底下，这海带上来就好看了。你和哥在楼上干啥？你就搁楼上搁这磨蹭，哥哥都不下来洗澡哈，你得赶快领着哥哥下来洗澡呀，在别个楼上磨蹭，听见了没有？哈，你拉没拉臭臭？哎，我这小儿子笑死了，你不知道，本来我爹做大酱汤的时候，我说你赶快上去哈，拿衣服上不了下来洗澡。结果我一看我闺女拉臭臭了，你不能忍了，我先领着她去吧。我老公就说先领着去洗澡，等着她下来的话，我也说让她等一会儿吧，让她跟着等一会儿，我们俩洗完澡之后让小儿子再洗吧哈。本来我现在做大酱汤时间长，小儿子拿下来就让他先洗，结果这老伙计没下来，我们就先洗，我们俩都洗完了哈，我们俩还是磨磨蹭蹭洗完之后，一看是人家还亮着灯在上面收拾，这都9:30了哈，9:23了，这老伙计还没洗澡，因为我老公都知道今天晚上肯定洗澡是个问题哈，所以我老公一下班之后呢，人家就赶快先洗澡了。刚才问我说你先洗吧，他说我一下班我到家我就先洗澡了，就知道今天洗澡肯定是个问题，所以人家下班就先洗完澡。哎妈，这妈哎，镜子穿对了，妈哎，镜子看见妈哎了，这个。啊，真棒！妈呀，妈呀，还不如我闺女的执行力强呢。你看看你弄的头发，像个三毛一样哈。哎呀妈，这有三个毛哈，三毛。那臭呀，欧弗洛呀。哥哥咋还没下来洗澡哈？啊，你说哥哥洗澡啊？洗澡啊。哥哥，洗澡啊。洗澡呀。洗澡呀，好你上奥弗洛呀，莫救济，救济呀，哎哦，奥利达，奥利达，哎呀妈呀，拿走亚多奥利达喏，哎，我也得卡半个卡他子开大喏，嗨奥弗洛嗨的，开始有登记，那嗨奥弗洛嗨的，你几点睡觉啊？嘿，睡觉啊，好不好？睡觉吧，好，去把电热毯关上，我们上楼睡觉吧。哎呀妈呀，不睡觉啊，那几点睡觉啊？那走，看他这开头绿脑，嗨，还困难得哟，来，嗨，扶持吧，过来个，马毛里，过来，要卡给，卡给你呢，是的呢，可能鈴木もあるよね，他给鍵とか落ちたらもうすぐわかるよね。音するね。
啊哥啊哥哥啊，嘿嘿嘿，妈妈的姨娘腔真棒啊，自己穿好袜子，就是颜色不一样。阿大，阿大，妈妈也穿袜子啊。哎呀妈，就是这个袜子的颜色不同。姐姐啊，姐姐，小姐姐，你和小姐姐玩会儿吧，哈，妈妈去上个厕所啊。哎呦，亲亲小姐姐呀。鸡蛋，鸡蛋，鸡蛋，哎呀，想吃鸡蛋，喝大酱汤，大酱汤，米饭，还会吃。啊，电话好，哎呀妈呀，做了大酱汤，我老公早上吃了大酱汤，还剩了挺多的呢啊。嗯，好，快吃吧，嗯，一会儿，你想吃完饭以后，洗，嗯，好，你快吃，洗，拉屎啦，那么拉屎，洗，洗袜子啊，袜子掉了啊，掉了袜子掉了，妈怎么弄掉了，好好的，嗯，好行，嗯，快吃吧，吃完饭妈妈领着出去坐车。你接着玩啥？坐车？坐布布啊？对呀，坐布布。一会儿我得去眼科看看。妈呀，这个眼受不了了，眼药水也用完了，是去年的眼药水啊。今年得去拿点眼药水。我得下午包几个包子，包点包子，得依旧拿回去哈。这样他明天后天，明天吧，最起码明天得有饭吃，明天后天应该有饭吃。在楼下叫了两遍，不回答。现在9:30了，我们俩起来也晚，现在9:41了，上楼上去叫了一遍，头蒙被子蒙着头，叫了也不放声。我说你不吃饭吗？你现在不吃饭吗？你也不放声啊。嗯，谢谢啊，裙带菜，我闺女也爱吃的裙带菜，吹一吹哈。啊，热的话你就吹一吹哈。啊，对，呼呼呼吹，嗯，吹一吹就好了。对，热的话吹一吹就好了，要不你就用勺子。嗯，哎呀，好吃啊！哎呀，好吃，真美味哈！哎呀，这么好吃吗？你这都跟谁学的？嗯，你看上。嗯嗯，哎，好吃。嗯，大鸡蛋。嗯。鸡蛋啊，鸡蛋啊，这鸡蛋好，快吃吧。大酱汤泡米饭，真美味。哎呀，哭不用你帮妈妈洗袜子，放这行了。你快洗洗手行了，行了行了，快快快快！哎呀呀，弄水弄水，吃，好好洗洗手。到处都是，快穿上洗。你好好洗袜子，你好好洗，你别把水都给妈弄地板上，地板上有没有水？是不是都给妈妈把水弄地板上去了？对呀。啊，擦擦手，擦擦手，你地上都有水，你不要搁这布鲁布鲁了。